靠山，他却成功当上义勇军的队长。不过，真正认识他之后，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当时我才明白，没有人是无懈可击的，大家都有脆弱的地方。只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成为同伴。对，我在台湾，我住的地方。因为我今天又重新的一轮试妆，然后就结束了工作，回来吃饭。刚刚在夜市买的凉面，这是个吃播。放心吧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哦，就是为什么口袋四八一直有 bug， 上面显示不了人数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很鬼。孤独的美食家，对，孤独的美食家。那小四代的话，这不算什么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的特别好看？因为你牙齿不够白呀。神色当然跳不出来。今天用黑人全亮白牙膏，单双重亮白科技，牙齿就会越来越白，让牙齿亮白了，什么唇色都出色。我的笑容力量，黑人全亮白牙膏。虽然吃了一碗，但完全没有吃饱。所以没有直播的原因是因为我床头没有那个插电的地方，然后我的手机就每回只能放我老远的地方充电，然后口袋四八直播又特别费电。哦，每天晚上他是这么沉重，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电视。他们这边有一个台，专门放动漫的一个台，就天天看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们每天这个台就是现在还不是很晚，就六七点钟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台的那个配音呢都会是中文。到了晚上半夜了以后，他们这个台就会突然变日文，都很神奇。是啊，不是少频道啊。现在终于能安心睡上一觉。这个嘛，你不也一样？你心疼奶，啊，我没关系。等凯恩醒来的时候，我想陪在他的身边。原来的殿下。哇，这个就很奇怪啊。是真的吗？旁边的配音。有理他。
真的坠入黑暗吗？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中文就怪怪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只是沃克哈特，连尤里也坠入黑暗。锁链战记，赫科斯塔斯之光。为什么上天一再给予我们那么残酷的试炼？爱因斯罗特，把你的头抬起来。因为觉得很奇怪啊。这个世界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哦，中二哦，超中二，用中文说。难道不是吗？正如你所说，尤利安娜殿下，不，圣王陛下。而且，已经没有时间让我犹豫不决了。守护人民是我如今的责任。如果他吃盐酥鸡，楼下买的盐酥鸡。我会亲手解决他们，因为我是圣王。因为我是圣王。首领，我将你们超中二。超中二。其他人也将在这几日赶往此处，辛苦你了，西多。现在我方的兵力几乎超过5000人，这样还不够。为了达到飞至，使我们成为这个王国的霸主，他必须得召集更多人。盐酥鸡里面还有这个，就等。盐酥鸡里面还有菜、哎，这是非常有意思。不管再怎么看，这都不像普通的出土文物。这把剑上面刻的文字是，上面刻的文字是，这不是海带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菜，我非常感兴趣呢。我回来了。奇怪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？好吧，就那边的情况。没想到，尤里竟然会。这大概是为了孕育出新光芒而不可破却的试炼。为了孕育出新光芒？难道是指现在还有微小的可能性？但是为了确保它不会消失，有些事情非做不可。这个菜其实就是……我有一些噔噔噔噔，原谅菜，厉害。那就是精灵岛。没错，只要到了那里，一定可以。你知道吗？本来陈琳要来探班的，但他好像没有到20岁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来台湾了。我说他是怕你偷渡嘛，没有关系，这时候你就亮出自己的微博，我是偶像，我怎么会偷渡？盐酥鸡，好燃的音乐，国家珍宝拒绝出口。头发黑了，别走，要起来。命运的齿轮将转向新篇章。什么东西啊？好中二啊！刚才是什么？刚才是什么？怎么那么中二？
命运的齿轮将转向新的篇章。哎，小雨，我们去了精灵岛之后，真的可以知道碧丽卡的消息。你不是电视剧来的动漫？我们到精灵岛之后，先去世界图书馆。我想尤古都应该知道。又吃完了。尤古都是谁啊？他是有着与这个大陆相同又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在森林妖精中也是个特别的存在。特别吗？没错，因为尤古都也拥有编年史。看我来这事情，哎呦喂！来这之前吃完了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又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无聊的夜晚该如何度过？好难过。对，头发他们给我剪了。跟音乐动起来，精灵岛，很好吃。朋友圈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就你们可能看不到了，全人都能看得到。我每天在台湾就是唯一的乐趣就是扭扭蛋机，还看，但是每回看扭蛋机都能看到佳爱很喜欢的巴斯光年啊，那种绿绿的青蛙呀。有的都那种很可爱的啊，美少女战士啊之类的，等一下。看我上有的。老爸，老爸在身上。哦，别了，别了，快带飞娜过去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江，怎么回事？魔法少女小圆，仿佛我可以变身了。马后小九。有的这种少女心的东西，哎，说尤里，我老想的是冰上的尤里，怪怪的，和奇一样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点说话呀！最近 PS3 的游戏，这些明明对我说过，要一起并肩作战。对，所以你在玩这个。可是你到底在做什么？眼界都变得昏昏乱乱的，武器不是会照应出人心吗？难不成这就是现在的你？现在玩的游戏。最喜欢玩的当然是加。
因为这是一个身为一个那个什么收集控，衣服很好看哦，就为了打发那个衣服。虽然之前我觉得这就是 DRX 的那个歌真的很难听，但是为了衣服我就拼命的打，然后后来就觉得哇好好听哦，里面的歌。挂件走出了女儿。这朋友眼睛很尖哎，有毒吗？先去定妆了。不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？楼下好多卖吃的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全家，想吃啥我就下个楼的事儿。请继续往前走。我想吃饭。请进。我们要进去里面。啊？全家湾便当不错，我已经吃连吃了两天凉面了。昨天吃的是全家凉面，我是因为就是前段时间你看这个电视嘛，这边电视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推销全家的凉面，都一直在安利给我。为什么这个电视要给我安利全家凉面呢？然后我就去买了试吃了一下，还行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记在于编年史中。哇，我21号才开始拍。详细记载了这一天先过来染头发，然后贝娜的编年史也一样吗？锁链编年史的定位跟她试装，无奈本编年史上所记载的是全世界的历史，当然也包含了有古都大陆。关于有古都大陆的事情，在我的编年史里可以看到最详尽的记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现在头发不能游泳，为了找出比利卡的项目，因为我要护色。现在我看的还是锁链战记赫克萨，不，什么来着？赫克瑟塔斯之光，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念？没事吧？呀，还在装乖巧。我们没办法对编年史内的事件进行任何干涉。我一个人住，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我这边住的地方，就是在这来几个什么像小四啊这样的，绝对每天嗨翻天。下面又吃又玩，又吃又有喝。我们就从这一带技术的段落开始进行搜寻。今天差一点暴露本性。这是我们从王都撤退之后的事。那时候我已经察觉到了尤里的痛苦，我明明知道却什么事也做不了。嗯，全都是因为还是蛮熟悉的。我没有足够的力量。他倒是来啊，他要来的话我就把他赶出去。没有开玩笑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吓人？
没有联盟的黄先生。对啊，他成年了，他应该可以来啊，不像陈琳。陈琳他本来这天要来的，结果嘞。台湾人的骄傲，罗斯老板王国纪元，新手召集最强台湾联盟。美剧可没那么好对付，除美不上除欧，要除根才行。全新升级魔术岭除美冒险。大哥，大哥他不在台湾哈，这个朋友。是啊，我要啊，这个地方我住的地方还蛮大的，又有电视，又有可以洗衣服的地方。哎，真的是。How broad your vision is depends on how grand you are. 啊，就很无聊。我每天，我真的，如果在我这个房间里面能装一个，而且我住的地方跟，其他姐姐住的，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啊，我助理姐姐住的有点不一样，就是他们要过来的话，得要一段路程，然后那边师傅开车过来的话也就是有点麻烦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每天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而且就晚上的话我也不会选择晚上出门这件事情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所以说每天晚上就只能拿着我的小音箱，然后在这里放歌，自己又唱又跳。我觉得在我房间放一个那种 VCR 肯定很精彩，拍成那什么。应该在房间里面，总共就这么点大的地方，从右走到左，从左走到右，然后要么就突然唱歌，突然躺在床上唱歌。啊，就这么点一个地方，我还要蹦迪。分线白发不见了，一按舒染刷去精灵。然后要么就打开电视看这种。我原来根本没有看过的动漫，还是中文配音，而且我床旁边又没有充电的地方。去夜市玩耍，去夜市我一个人玩耍，太孤独了吧，有点绝了吗？啊，像其他群体成员都会吐槽我说，五湖四海都有朋友。的确，我在就像之前去韩国啊或哪里都会有朋友，但是台湾我真没有朋友。对啊，经常他们吐槽，就说，然后经常不是在国外拍东西啊，拍 MV 啊或什么时候。然后就会有朋友来探班嘛，然后我们家全都吐槽说，哇，赵月不得了，五湖四海都有朋友，哪里都有朋友系列，但是台湾真的没有，台湾真的没有朋友。他是过去的尤里。为什么尤里这个名字贯穿了全剧？他肯定就是男主了吧？台湾有红灯会奋斗，那很好啊。今天要去砸哪个场子啊？今天要砸哪？死哪砸哪？不是冰上的尤里了，我之前也以为跟冰上的尤里很像。你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刚才那些家伙，难道就是最近袭击有古都大陆的黑色军团成员？是啊，你刚才好厉害。要是我也会使用你的战斗技巧。在村子遭受袭击的时候，我觉得吧，我
我看了一下那个啥，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台放的所有动漫，我觉得这个声优好像都是一个人。这样这需要花费好几个月，不是花费好几年持续修炼，但是花费十几年持续修炼。还有就经常会动漫里面什么什么什么三嘛，然后就看上去很可爱，他这里什么大人大人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有不放弃的决心。晚上他们这个台放还放那个乱码，乱码，有在乱码吗？对啊，在那个什么，在电视里面嘛，就是他们这边都会说都是有演出路的。哇，乱码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对啊。啊，暴露年龄了吗？乱码不是我小时候会看的东西吗？我小时候乱码老火了。不看乱码，什么鬼？乱码，码是马匹的马。哎呀，我也听不懂呢，我也没看过呢，我看的是那个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。我也九零呢，搞得我像八零后一样。老家呢？对啊，看小魔仙的一看就很棒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？七龙珠啊，七龙珠我小时候也看，七龙珠老火了。但我觉得他一开始那个画风吧，看上去像四格漫画一样。你一定要变得更强。后来估计红了，然后就画的很厉害，还要长大后承受这种痛苦啊，画风才对。对啊，像我小时候就只知道波卡波卡的公主 Ohime 萨玛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你尤里尤里，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帮我很多忙，这一次轮到我帮助你了。你是什么时候黑化的？不会吧，他为什么都不说？我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妹妹，我想要保护大家，这就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但事实上，我妹妹最近玩 cos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这种事，我就是这样。对，而且我妹妹也 cos， 她也喜欢火影，但她喜欢的是卡卡西。他之前漫展的时候有去 cos 过少年版卡卡西，承受不了这副重担，所以身体才会逐渐变得无法动弹。队长，如果你出现这种想法的话，那么全都是我们害的。叫我妹妹 cos 卡卡西，我们让你背负更多东西吗？对的，这跟你们无关。大佬可以治我吗？是我为自己定下目标。版图的话，我是没咋看到，我无法完成它，所以凯莱拜托你。那他 cos 是少年版的卡卡西啦。指引阿兰姆正确的方向，我相信阿兰姆将来会成为一道光芒，照亮这个黑暗世界。那个孩子拥有无限可能性。尤里为什么会坠入黑暗？
这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我不又见面了。你是那奇怪的老头，叫做巴鲁特。我叫做巴鲁特·扎里，给我好好记住。这个声音怪怪的。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我可以跟你对话啊？没有事情是我办不到的。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吗？应该可以这么说吧。那么。我有事情拜托你，我下次要 cos 灰夜姬，灰夜姬再搜还 cos 半藏的。想要变强吗？理由呢？我一定要带尤里回来才行，但是现在的我还办不到。我想变得更强，狠狠地揍尤里一顿，这样他才会完全清醒过来。这样啊，就如你所愿。开始灰夜姬。新娘在家对了。对，这里再搞一次。啊，他眉毛是不是点啊？飙到底。广告好辣眼睛的，惊喜玻璃 CNC。 我的妈呀，黑松沙是他们是个集团是吗？哦哟，分线又白了啦。分线白法救星来了，只要一按即输，即按也调和，1.6倍高效遮白，独家巧结书，连细节也不遗漏。分线白法不见了，一按输染刷出精灵。应该今天还有一天吧，18号即将启动。对啊，那个什么黑松沙士，那个到底是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喝的时候吓死我呀！我光打开它我都要吓死了。但还好喝，有点像可乐，又有点像凉茶，然后又加点碳酸。我发现台湾这边就是做的这些小吃啊或菜呀、啊、什么的，都是有种那种中西结合，然后搞的那种东西。新娘在家对了，那个是很难喝哈，就是不是很好喝，反正就不是太好喝。之前我们就是剧组的有些人说，哇，这个好喝的呀，好喝的呀，我。一个人又不敢说很难喝，又怕我说的太奇怪，是我有问题啊！我还以为是不是我身体哪里有问题的，那不一样。对，我不敢说了，还可以了，还好，可以接受。什么东西？尤里，别过来！对啊，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我的问题，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可恶！对啊，那我下回那我只能给大家分享豆汁了。哦，我觉得很好喝。我又没有问题啊，很好喝啊。你的家伙，把手放开吧，如此一来你才能解脱。谁要放手啊？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这是什么口气啊？阿兰姆，
哦，为什么他们这个台老是放这么黑？绝对不会放弃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，所以当你邀请我跟你们同行的时候，突然感动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而且你还说什么可能性，什么照亮黑暗世界的光芒，无缘无故讲了一大堆话。那秀秀的心发誓，你听好，我不可能放开你的手，无论如何我绝对不会放弃你。你在说废话，说着放下了二郎腿。放手，给我闭嘴。但是穿短裤，但是现在我房间空调开太冷。阿木，陈先生，快点拿起你的剑。我发现他们这个台老是喜欢放那种就是很黑暗的题材的东西，像他昨天在放什么漆黑的子弹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个动漫，但好像也有听过。对，一打开发现就很虐的那种番，就像那个想当年那个什么展翅红之瞳一样。我认为里面的主角应该都是有主角光环的，但是并没有。我上个星期来台湾的时候，每天晚上看的是一个什么捕鱼的一个什么节目，有什么尾鱼，对，什么尾鱼的一个节目。阿兰姆，然后搞得我很想吃。你也没事，太好了。大晚上看他们宰尾鱼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听见了。That's me。对，他的声音。对，我看捕鱼节目。我无聊到这种地步，我晚上天天看捕鱼节目。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然后还竟然看了一个什么，类似于是娱乐百分百，好像是吧？就是那个综艺。哎，你们没事吧？拉法加先生。我帮你疗伤。巴拉沙先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可恶，那家伙竟然将边年神染黑了，怎么怪怪的？希望还没有消失，至少我已经知道比利卡不回来。捕鱼节目现在连我的边年神也染上了黑暗，情况已经刻不容缓。尾鱼我都不知道我明天干嘛，都不知道明天的时间表是干嘛，我不知道我明天有没有事。倘若再一件事，突然跟着动了起来，开拍了以后就熬夜背歌词，背歌词，背台词，背歌词，把所有台词当歌唱出来。开一天直播的话，我只要我的手机电量允许的话。转向新篇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契约。这个契约要干什么？好害怕。他们将用尽计谋，用尽全力的。最近在看那个。很励志啊！从欧洲的本品到美洲的丰富，精品来自世界各地，价格却离你最近。时尚美学尽在精华家具。这次会说上最大的电视广告，请说苹果三位。看啦。是单。凯擘大宽屏300V光纤屏，下载超级快，无线上网一样快。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，好啦，又好啦。0809009658，凯擘大宽屏，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，申办就送奖学金哦。这次会说效益最大的电视广告，请说。一堆人在这里刷好了，是什么？对，最近看了一档节目《Produce 101》的第。前段时间在看，就是又重温了一下第一季，然后现在又在看第二季。尤丽佳，尤丽佳，
哇，又来了，尤里加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要保护的东西太多了，最后什么都保护不见。对啊，这一季也好看，其实。这其实。居然连那个音频吉他也会写魔法。哎，觉得参加这种节目肯定很辛苦吧？这是你的剑。这是你的剑，也是我的剑。我知道。我运插火。一面仙剑。他应该没事。不自觉了，太卡，我是有多卡？吓我一跳，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力量吗？我也吓到，是因为我拿这边的网吧、哎、可能是台湾网络不行吧，甩锅给台湾。双重施展魔法臂掌雷霆之矛，有好一点吗？非常吓人。快速释放雨雾，影响范围极大化。不卡了吧？我现在用的是酒店的网，对，酒店的网。可不得你见笑太浓，想打倒那个家伙，就一定要得到106号房的力量才可以。106号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三亭房间的侵略者。直播打王者荣耀啊，那我怎么直播啊？我直播打王总什么啊？这能乱说的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尤丽佳同学被打倒后，尤丽佳同学被打倒后，你全都不记得了吗？同学，这位同学，全想不起来。这样啊，那就先别管了。尤丽佳，尤丽佳同学，尤丽佳同学，李健先生，李健先生，英体学姐。同学，这同学，结果出去之后就没回来了。不过还好第五节课是自习课。是啊，我们还是想办法联络他们吧。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收不到讯号。哦，你担心的话，我就去找找看人。我才没有担心他呢。好了，我要好好思考舞台剧的事才行。不要来烦我。我一个台湾人不知道台湾腔是什么，你现在说话就台湾腔，因为你是台湾人，说的话就是台湾腔。
我也觉得娜娜可以配这种，让娜娜来这边发展一下声优。对，因为我是武汉人，我就是武汉腔。我不是女汉子啊，哪里是女汉子了？可是，我也会跟你一起战斗。可是，主要站立的你状况不佳，我们就毫无救赎。死劲撑开自己的脖子。我有事情想问你，关于你的魔法的事。关于你魔法的事。然后我手机电只有34%了，你看我才直播多少时间？我真的是，别的直播平台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不像话。原来如此，以后能不能给我们专门准备一个那种直播的设备啊？就什么都干不了，直接直播。所创造出来的，光是这样就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只要破解了剑啸太阳的咒语，并且夺取魔力的控制权，带王背光，为什么这个这么费电？你到底这是什么大型发电机啊？你是锅吗？真的是。某天闻到了我身上魔力的怪物袭击我。而当时救我的不是啊，我手机在响啦，别人再给我发微信，我每回直播的时候微信也不能回，简直太不像话了这个软件。我为了报带王出来娜娜的救命之恩，就开始在她身边帮忙。虽然娜娜没有让我参加魔法战斗，没有带美图来，但我还是帮忙准备三餐或协助调查。好难过，娜娜是弗沙里亚人，所以没有户籍，所以即使是我也能帮她不少忙。下回我一定要把我们剧组那个小哥哥也叫过来直播，让我们来跟你讲一讲为什么微信不回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探讨一下。我现在好像都是回的，好吧？除了老宋的，除了老宋的以外了。八个月前，我被珍惜的同伴黑暗彩虹抓去作为人质。娜娜为了救我，身负重伤。老宋哥。他为了打倒珍惜他们，释放了他身上所拥有的全部。对啊，因为老宋的话，我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回他。然后一想的话，我就第二天才回。然后第二天回又在想，老宋我超凶。对啊，但一般老宋要骂我的话，我是秒回的哦。他表扬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回他的。决定接替黑人的工作了。对。这服装跟魔杖全都是娜娜的东西，我要把娜娜原本该做的事情全部替她完成才行。尤利加同学，我已经没事了，请让我去吧。你这个老宋妈，对啊，他要骂人，他要生气的话，我肯定会秒回啊。对啊，他再不秒回的话，我完蛋了，好吗？你竟然笑太狼，究竟是什么人？没有联盟的黄先生。对，老宋因为要回微信，天天骂我。对啊，因为他要骂人的话就很可怕啊，那你就得马上回啊，马上道歉啊，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然后如果是那个什么，如果他表扬我的话，我就觉得我要想该怎么回呢？回谢谢的话会不会太客套了？然后想，如果再想一大堆话呢，我在想要说什么呢？然后就想到了，然后睡觉，然后就忘了这件事情。然后忘了以后，第二天早上再想要回他的时候，在想我早上回会不会太奇怪了这件事情。
对啊，老宋那天给我单独辅导了3个小时的个人小课以后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那天单独视频跟我们说，阿基拉做得很好，我没有回他。第二天他好像有点玻璃心的过来跟我说，阿基拉以后发微信要看，微信要回的呀。为什么不回微信呢？我跟他解释了一系列，我说我因为是你的微信啊，所以说我要好好的打个草稿，然后再给你回回去。但是我东西一多呢，我就忘记了。对，然后又被骂了，然后就回了。肯你看功夫熊猫三手游。对。对啊，但基本上现在成员跟我发，我都会回的，好吗？除非是那种。就是因为我平时大家跟我发这个太多了，然后就刷刷刷就刷到下面去啊，没有办法呀。大家都在给我发微信嘛，所以说我就只能抽选了，就抽几个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微信抽几个幸运成员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只有一张机票，我才不会在咖啡店等着呢。其他对了吗？对呀，被翻牌了，好激动啊！膨胀了，膨胀。非常棒！哎，鹅毛冠戴上，可爱。没有，这是个什么梗？因为王冠非常戴上。好温暖哦！我大概能理解一直被这样背着的早苗的心情了。乖乖的。尤丽佳，原来你真的是魔法少女啊！我不看短信有个原因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说过，我身边充满各式各样的人。是。本来我以为我不看短信，是因为我的短信全部垃圾短信，没有人给我发，就因为大家成员都是发在微信啊，或者可以当面讲的一些事情，所以说很少有人用短信。所以如果给我发短信的，要么就还债的，要买房的，要么欠钱的，要么，对啊。像那种诈骗短信啊，你懂的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你欠多少钱，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我要还你多少钱，什么什么你在吗，我要找你借钱，然后要么就是很不适合战斗呢，然后你们买房卖房什么的，清水湾啊什么的那种，然后要么对验证码，还有验证码，然后要么就是那个什么你是月氏风云的 VVIP 用户，你的积分要在什么什么时候要用完，什么的类似这些。对啊，你知道上回特别搞笑，我微信里面有一个人，就是一个好久没有联系的人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他归微信被盗了，然后他先给我发了一个在吗，我说在，然后他说你最近过得好吗，就弄很客套的，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，然后当时在我还在想他是谁，我说不好意思问，那万一是弄很重要的，或者是那种比我就是可能是我的。因为什么，如果我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很没有礼貌，我就现在跟他扯，然后后来才发现他是骗子，他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要找你借钱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谁啊，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，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。我一定要打倒他，然后不然我之前都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问名字，只要他问我你可以借我钱的时候，我才问他你是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平时都不备注的。你真像太郎，你还蛮有套嘛。那你就要找我借钱可以啊，我得知道你是谁啊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然后他再没有回过我，他估计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吧。因为第一次在跟人家微信聊半天，发现对方不知道你是谁。啊，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朋友啊。
小心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刚刚什么招式？你是什么？那什么招啊？好中二哦！操纵植物一触即发，四倍成长。就是现在，你先下。交给我吧。哇！飞起来了。结果还是用上了这个呢。这是很惊讶吗？这是你的力量哦。林先生，快逃！真心已经控制了一零六号房的力量，所以快逃吧。什么？已经太迟了。你就化为尸体回到故乡去吧，你见笑太郎。雷霆之矛，雷霆之矛，转换属性为暗，加速，高度集中。好中二。感觉好像那种子贡像的那种反魔法护盾，好羞耻啊！太羞耻了吧！天，那天什么？我们剧组开会的时候。他们突然间放下我的巴拉小魔仙，然后说让我现场变身这个样子，我简直太羞耻了嘛！我也很害羞的说一个，不塔，烈火飞剑，太羞耻了，羞耻的爆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导演就说，不管，他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好笑哦，他每部剧都会有他的一些忠实的粉丝，比如说，像你这部剧，那小朋友都会看啊，你就会成为那些小朋友的梦想。我这样一想，好像不是那么羞耻的一样哦。对，我感觉我们的导演真的很厉害，每回听他开会的时候，就感觉很像进了某个传销组织。对。为什么会？我事先在真心旅社的姐姐开了一个洞。经常开会的时候，我都反正都不太好意思说了。我现在在直播里面说一说，平时都会说，对，讲得很好，啊，好棒哦。其实默默吐槽，我是进了某个传销组织当中的吗？我有攻击才能够获得胜利，请骑士发动高射速雷射箭炮，迅速的歼灭敌人。谨遵吩咐，公主殿快速施法。导演怎么？导演不在。哎，表现的智商，每天表现的智商不是很高的样子。哎，这导演干什么？把导演包的戏全部相公，是我传销，我让你在传销组织没有可以立足之地。因为讲话很刻薄嘛，跟你们学的啦。因为我粉丝喜欢我刻薄的样子，所以说呢，我在剧组基本上就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多请教别人，对，多学习。那个是真心做的，是吗？粉丝不背锅，粉丝背锅。对，我粉丝就是喜欢我这种又文静又刻薄的样子，对。啊，戴王进来了，戴王干什么？执行人是怎样啊？就你这张牌，带我查房，那又怎样？啊、我说的有错吗？带王，我手下留情，为了你好，赶快投降吧。执行是感谢你们啊！我手机只有17%的电了耶。带王发红包，带王发红包，带王送皇冠，带王。但我们真的来了吗？真心呢？真的假的？大家不是在带节奏吧？走了吗？大家都还好吧？没受伤吗？你又在玩角色扮演吧？你在带我们直播，看我直播。不是叫你不要穿成这样在附近闲逛吗？要玩就社团玩。真的假的？带我们直播看直播。我们是什么时候放学回来的？啊，那太好了。带我。发红包，发红包啊！带王发红包，送礼物啊！发红包，带王，走一个。这是谁做的？不太可能。不是我。我要带王啊！你是带王哦，你在送一元棒。
爱的是大王哈。突然凶狠。回去。三线白发救星来了，只要一案情书，积案也调和，一点六倍高价。委屈，为什么宋轶人放还会被骂？对啊，我要是大王啊，可不大王啊，大王跑路了，大王吓死了。我没在看柯南。啊，我手机真没电了，16%了，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几点？8点。驱动你的超凡旅程 AK50 红牌主机。新牛奶也对了，啊，我到楼下买牛奶。我得去呢，现在8:30了耶。我好害怕，像我这种柔弱的小女子，大晚上出去有点不太好，会被人家打。怎么办呢？活动活动，快出去！等一下，柔弱可爱的小仙女出去会被人家打，怎么办啊？哦。哎呦，分心又白了啦！春姐姐跟我不住在一起，所以就很麻烦。只要一案情书。哎，其实也蛮近的，下楼的事儿。到底要不去呢？联系姐也不遗漏。好想喝牛奶。不见了，一按输染刷出精灵。好想吃零食哦。新牛奶也对了，一根第一关帮出了走，功夫熊猫三小刘。安心啊！快点。一边直播一边去买，我觉得14%的电哎。好了，那我就关直播好了，关直播充电。